来自香港的咖啡拉花冠军选择在信义区的巷弄里头打造自己的咖啡小天地，因为店名念起来绕口，于是有许多人简称它为 AP。 赶紧找个位置坐下来吧，点一杯咖啡来欣赏以及品尝，有时候是少女，有时候是猫咪，各式各样的拉花出现在了咖啡杯里头，带给顾客们无限的惊喜。如果觉得单喝咖啡有一些无聊，搭配三明治、意大利面或是甜点都是很不错的组合。 AP 的墙上还不时会有作品展出，边喝咖啡一边欣赏，真的是一举两得的快乐。